我现在是想要，就好像我们可能可以做回朋友。没有爱情什么玩意儿？我想做朋友。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斯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你懂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现在呢是报仇的时候。你们还记得上一个影片我没有理莱恩24个小时吗？然后他竟然做错什么事情？他竟然把我头发剪了。所以今天我来恶整他。OK， 今天的计划是怎样呢？我刚刚从我的朋友家回来，所以莱恩赛不在家，他应该是在外面买东西。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吃午餐的时候就有点小争执，就有点闹到不是很开心啦。 Then 我就要就是等他回来，然后我要跟他说我现在想要做回朋友，我要跟他分手。我不知道我反应会是怎样。 OK， 我们再来 call 他一下，我们再来联络他，看他在哪里。Hello， 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还在外面呢，怎么？你几点回来？很快了，买完这些东西就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然后 okay 啊然后我有东西要跟你讲。讲什么？没有，所以我就想要等你回来，看你几点回来，然后我有东西要跟你讲。没有，你跟我讲什么事情？你不要吓我。没有，你回来才讲 ，OK？ 我这种事情想要面对面讲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弄我很怕呀，你不要这样。你什么是关于什么？你跟我讲先。你先回来。我们慢慢讲。OK 啊，奶奶生气啊？没有 ，OK 啦，拜拜，快点回来啊，拜拜。嗨。拜。Cannot man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快点来 sell camera， 然后就来看他反应是怎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. Mommy. Mommy.别不开心，喏，怎么不开心？我去，难个有意义，别不开心，喏。OK， 我想讲一件事情。其实我前一个月、两个月的时候，一直有。想到这个事情，可是我一直没有跟你讲。因为我不懂要这样讲。什么？就我不懂几时，就好像我们在一起很久了，然后我也不懂从几时开始，就我们之间的感情好像越来越好像像朋友这样子。没有 OK， maybe 不是我们的感觉，是 maybe 是我对你的感觉。不是，就我不懂，我怎么会感觉就好像我对你好像是，我觉得好像没有爱情，好像是就好像我对你好像，我觉得越来越像朋友这样的感觉。怎么你突然前这样子？是不是因为刚刚我们吵架？
OK， 这个是其中一点，我们吵架。吵就归吵啊，怎么要讲这些 ？OK， 我们是吵，然后过后上次上一个影片上个星期的时候，然后你又剪掉我的头发。可我不会跟你讲 sorry 好吗？你剪掉我头发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我真的想了很久，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好像我对你的感情好像只是朋友吧。那个头发我玩你吧，没有弄到你，我剪一点点罢了。就 OK， 那不就我想了很多，我真的想了很多。这样子没有吗？你这样子 OK？ 也是吗？是的 ，KB。不是这个事情我已经想了一个月两个月了，就我好像每天跟你一起的时候，好像我感觉不到我对你的感觉，就好像不是好像那种爱情啊，我就觉得就好像朋友这样子。什么让你觉得我们很像朋友这样子？就我不是我们之间是怎样，就是我的感觉，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像是一个 relationship 感觉了。我现在是想要就好像我们可能可以做回朋友。对，哟，我真的，就我们还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啊！就，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有爱情，什么爱的，我不懂。就好像可能我们在一起的久了，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对你就好像朋友这样子，就越来越像朋友这样子了。我又做错什么？你这么哭，你不要哭。没有做错什么？我们还可以做很好的朋友，就我们还可以做很好朋友吗？不是吗？我不想做朋友。你怎么跟他激发嘛？哎呦，我 prank 你罢了，我 prank 你罢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会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亲爱。我不是哭，我是开心，我终于自由了，我很开心，我忍了两年半了。忍了吧，我终于自由了。OK， 我真的是感动到哭了。他妈的，过来，不要，过来，不要，我丑。哎呦，可以抱一下。我不要，抱一下。我不要，我要出去找别的女人。哎呦，你看你的脸。走开啦。找女人是开玩笑，可是忍了两年多是真的。直接你在剪我头发，这么你以为是真的？你以为我跟你讲 OK， 我现在跟你做朋友，因为我对你只有朋友。对啊，其实蛮开心一下，听了那一句话。开心到流眼泪是吗？说啊，做朋友很好啊，什么都可以讲。做了女朋友是闲的，不可以讲，你不可以讲。看你们讲他飞啊，可以哦。我讲他飞啊，昨天给他骂到哭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要哭了啦。我觉得。做朋友极好，哇！以前讲他，嘘，哎，又叫我嘘哦，你看又嘘哦，你看多少个影片啊？没事，嘘，OK， 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prank， 我觉得我真的很成功啊，把他弄哭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请点个喜欢，然后还记得分享给我们朋友看，也记得订阅我们。也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